大会啦。屋内名男子见到员警找上门，顾不得自己身上只穿着一条内裤，拔腿就往后门逃。对，不要照他，他会阿不要平的。员警兵分两路展开追捕，终于在男子住家附近的废弃猪圈找到他，随即将他上铐逮捕。你先讲一句，对。原警将男子带回屋内展开搜索，不一会儿在后阳台找到被男子丢弃的枪支和弹夹，还在电视柜旁找到一包 K 他命。啊，这东西嘞，无，拢无，穿的东西嘞，哪家的？还弄的？原来这名男子因为与人发生纠纷，亮枪恐吓对方，被警方锁定。原警拿了搜索票到男子家中，没想到他当时正在吸毒，一见原警就心虚，先跑再说。追捕的过程当中是相当危险，因为范嫌他持有两支手枪以及子弹。男子被逮后否认恐吓，只承认曾在产业道路试枪，但持枪违法，还是被依法送办。郑亮，边网时涵与您报道。